里面这部分再写走直笛。叠与行相连，正完丑相下带于三个点连圈书写，这个笔画是顿完丑相左边带与这个相呼应，最后写大笔，大笔写的话就相对要平，收笔的话自然收笔，把笔提起来即可，就不要太尖，注意这边的话要细，这边慢慢变粗，这三个点要连贯，要自然。